咦，这样对吗？拜托了，以后我拍到啊！啊，现在是晚上7:06，不对，7:07。现在呢，我要用这个机器去记录宝可梦。哇，这景色也太美了吧！我现在被一整片的雪景给包围着。嗯？野生的雪童子，雪童子大哥呢？像是冰块还是雪莱维生物啊？明明这么冷，他们还是很有精神跳来跳去，太厉害了！接下来，我们就爬上去那边看看吧。这一带该怎么说呢？嗯，非常不可思议。我想再往深处走一点看看。那是什么？是宝可梦吗？那是卡蒂古吗？还是六尾啊？也不对啊，尾巴前面红红的，摇来摇去。啊，它好像要冲过来了！哇，怎么会这么可爱？头上和脖子周围的毛发蓬松松的，眼睛圆滚滚的，还是黄色的。嗯，怎么？啊！